我刘玄德，秉承大志，有。 时值东汉末年，朝廷内部争权夺。最近，其他村子来买草席的商人们，突然消失了踪迹。在此为生的我们，究竟何？刘备，字玄德，自称是，忧心苦，曾在故乡。这样下去也无计可施。 镇压，揭竿而起的黄巾军，我们要平息战友鸿鹄之败姓，安居乐业，立定成功。感谢二位鼎力相助，明教刘玄德能与你们这样的英雄并肩战斗，真让人安心。我是关云长，寸步不让，相会极为缘分。 今后还请多指教。不让！我是燕人张飞。你厉害，我谁也不怕。请多指教啊！寸步不让！现在是黄金之势，也就是我们的天下，绝不允许有人前来阻碍。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 不让！往直前！
보부랑! 흥부부랑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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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멈추신!